特别奉献，我的功夫梦。他们都是大家熟识的功夫大明星，众多少年令他们走向功夫之路。我那时候也挺调皮，天天打架。当初练散打是因为看了武侠小说，劫富济贫那种大侠的那种感觉，偶像一样。什么时候能达到他们这种境界，那自己该有多厉害。中国会打的太多了，只不过是你们不认同。他们代表了中华武术。寻梦功夫，他们都一样历经艰辛。19岁，第一次拍完少林寺以后，我在训练中腿断。人说十年磨一剑嘛，我们一直都在磨。今晚，一群武术少年上演中国顶级武术对练。这一次来到西安呢，真正让我刚刚看到那些真功夫。硬仔当时也挺危险的，替他们捏了一把汗。现场体验中华武术魅力，中国真功夫，精彩马上开启。有请知名搏击节目主持人韩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中国真功夫红星乳业杯全国武术对练大奖赛的比赛现场。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能在中华文明和历史上灿烂的竞技文明，彰显了民族文化，铸就了民族精神。今天我们将通过中国真功夫的平台，感受到除了散打的魅力之外，看到套路对练中国传统武术散发的民族传统魅力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我们是浙江队，我们来自陕西队，广东代表队，重庆队，宁夏武术队，武汉体育学院。他们不是李小龙，不是李连杰，我是钱小丽，我是梁家耀，是王一，我是戚冰怡，史龙龙，吴小龙，赵孝勇。但是他们和明星一样，拥有功夫梦。你就说我从小因为喜爱，不知道为什么练的武术，无形当中给出的压力，我要推广中国文化，但是同时也无形中有个义务说要推广武术。小的时候练过套路，后来从套路转到散打。在练散打之前，练习了套路有11年之久，然后套路感情特别深。这一刻，舞台专属于他们。男子对练空手竞枪项目，这是我们习武10年以来最拿手的一项项目。他主要是负责枪手，我是空手。他以枪的这种勇猛的速度去刺我，我用灵敏的躲闪去躲。加油！
做点评。这队呢，总体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他们这队选手的这个，实际上在配合过程当中，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这样的一个训练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动作的这个表现很准，以及这个快啊，以及惊险性方面都非常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了男子二人竞技对练的比赛时间。双刀跟双枪，就看他们比赛，那个枪都感觉要扎到脸上了，然后都扎不上。运动员配合特别默契。完美的配合，来自于成员之间数十年的默契。一个个高难度动作，背后都是队员们长年累月的血汗和付出。接下来，一段经典曲目，一场阴阳太极的极致表演。带您重温影视传奇。好想跳舞，我跳舞给你看好吗？读书、上网、刷屏，懒狗。懒狗经常用眼喝懒狗，酸酸的蓝莓，甜甜的枸杞，经常用眼喝懒狗，享受健康，江中食疗。风驰天下，大运摩托。猴菇养胃，来点喝的。猴菇饮料来喽！江中猴菇饮料，猴头菇制成，养胃。随时喝一罐，养胃好习惯。享受健康，江中食疗。胃不好总是不舒服，江中猴菇饼干，猴头菇制成，养胃。上午吃一点，下午吃一点，江中猴菇饼干养胃，享受健康，江中食疗。经常闹肚子，肠道菌群失调，嚼一嚼江中牌乳酸菌素片，牛奶发酵促生有益菌，肠道好健康。江中牌乳酸菌素片，江中集团。谁感冒了？谁感冒了？感冒快用万通牌感通片，头痛发烧，鼻塞咳嗽，咽喉肿痛，感冒了交给感通片。万通药业。这里是
中国真功夫红星乳业杯全国武术对练大奖赛的比赛现场。这一支舞，我只为你一个人跳。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颗心颤抖，相信进入到女子的三人对练。
在浙江的这对三人对练，应该说在动作编排和这个节奏的处理上面都是非常的好啊，对练的这个风格特点也相当的明显。请看最终的得分。我们就冲着这个第一名来的，跟自己想象中的都差不多。我们是想要取得前三名，还不错吧，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，应该可以说发挥出了平时在家里面训练的那个状态，更加热爱这个项目，觉得付出有回报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吧，没有你们在场下的呐喊，也没有我们在场上这么出色的发挥吧。是女子的双刀对双枪，虽然不是对抗的实战，但是也很危险，因为是兵器嘛，然后两个人互打，而且还是女孩子，也很精彩，但是也挺危险的，替他们在心中捏了一把汗。一个个的刀光剑影让我大开眼界。接下来陕西本土选手强势出击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陕西队，今天的比赛项目是三人对拳。三人对拳是对武术运动员要求是最高的，他需要全面性，每个人的身体的技巧、力量、速度、敏捷性都要求很高。在场上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然后就能明白对方有什么意义。希望今天能取得好成绩。陕西的观众，梁大爷。前景应该来讲呢，这三位选手在这个动作的演练以及编排上面还是动了一番脑筋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应该说表现力还是非常强啊。那接下来进入到了男子的三人对练的比赛时间。
您教授点评。这个三人对练，这个进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啊。那么运动员呢，在场上呢表现呢还是威武勇猛啊。那个攻防的角色呢，把握的也还可以啊。那么在配合上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，一个呢还是出现了等待啊，等待，尤其是这个抛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是非常明显的等待。请看最终的得分。刚才在场上看的时候啊，真是惊心动魄，原来假打也可以打得这么精彩。很多摔呀，很多飞的动作，你有想象不到的，原来可以飞这么高人，就真的是像在看那武侠电影武侠小说似的。正是因为武术的这种传奇魅力，才让今天的他们怀揣功夫梦走进武行。来自宁夏的吴小龙、史龙龙用独白式的演绎，让所有观众感受到了武术者的不易。
小史龙龙，演特别好，看到最后就真的热泪盈眶，快要哭了，讲出我们的运动员很多心声来。所以当他们看到就是最后就相互鼓励啊，站起来然后重新开始，坚持到最后，然后后来得的那种奖牌啊、奖杯啊，眼泪就快要出来了。那些奖杯啊，所有的一些荣誉，那真的是他不知道受了多少伤，然后坚持才会有今天的这份荣誉。正因为习练武术的艰难，让武术散发出独有的魅力。眼前一亮，太精彩了，很精彩。武术是一个可以强身健体，可以在你的学问做得很大。接下来，功夫明星七位武术证人，我们要向所有的选手呐喊加油！功夫小品，美丽的大奖。爆笑上演。关节痛、颈肩痛、肌肉痛、腰腿疼痛，还是万通筋骨贴。风驰天下，大运汽车。治感冒、抗流感，莲花清瘟胶囊，以岭药业。自己的舞台，可以唱着自己的歌。很多人说我们不务正业，但我们只是用其他同学玩的时间做着自己的梦。谁说梦想和学习不能兼顾？步步高加脚机，扫除学习中的难题。为梦想时刻准备着我们的贴身家教步步高加脚机。超级老师由步步高家教机独家特约播出。关节痛、颈肩痛、肌肉痛、腰腿疼痛，还是万通筋骨贴。
是武术明星还是运动员，都希望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不管是洪金宝也好啊，杨和平啊，我啊，都不断的在找一些新人来弥补这个空缺。我希望中国武术真的走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。中国武术加油！中国真功夫元旦特别节目，我的功夫梦圆满落幕。今天晚上这个中国真功夫这个对练大赛很精彩，就是运动员的体能都非常好。对武术来讲，我感觉是他这个主要是这个艺术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。湖北队那个女子那个花剑